以后少跟我说话行吗？我不想再和你产生任何交集了。能定了，亲爱的，别生气啊。谁生气了？我没生气。你看我哪儿不好，我改不就完了吗？改嘛，你不用改，你倍儿好。我不就不会聊天吗？以后我顺着你说，我一定改。行了吧，我早就放弃了，狗改不了吃泥。两位老师，别在工作的时候研究宠物好吗？校长您来正好，我跟您申请一下，这马上期末考试了，咱把那些不重要的老师的不重要的课都剃掉吧，都改成足课。校长，我觉得马老师说的一点都对，我早就看数学课不顺眼了，就应该把数学从教育界踢走，都改成我的体育。你长脑袋就为显个高尚，脑仁都顺，头皮屑分泌代谢出去了，对吗？又那么地了，亲爱的，我不是孙子你说的吗？我就是教数学的。嗨，没想到没想到啊，我以为你是教代数呢。我以前觉得你活着就是来人间凑数，现在我知道你活着就是为了挑战人类包容性底线的。一天天在学校里除了吃你还干嘛？你赶紧找个没人地儿自我降解了不完了吗？校长您听听，他这是说我呢吗？那嘛，我最近吃的可能是有点多。亲爱的，你别说校长了，他好像受打击了。你老拽着别人干嘛？校长，咱们聊正事的时候，能不能把脑子里有下降的人给我轰出去？我站这感觉跟赶海赛的，空气都兴起了，你知道吗？进化校园迫不及待了，已经。太没错，马老师说的一点都对极了。校长，你别让我们费劲，你自己赶紧出去吧，行吗？你别老拽人校长了，行吗？你那个智商是不是买洗衣粉抽奖送的？我说的是谁？你用力大甩卖脑子，想想，我说别人，我对得起你吗？咱俩搞对象这么长时间，你除了知道我名字以外，你还知道吗？你让校长给评评理，有这样的男朋友吗？我说你满脑子下降，浑身冒腥气，我怨你了，上。校长，你躲那么老远干嘛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是我中午吃的下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谁说你了，校长？你老跟着配合妈呀？对，校长，我们这两口子拌嘴，你老跟掺和妈。你别让马老师生气了，行吗？你赶紧把几科老师课都听了，改成体育得了。滚蛋！